我叫张万霞，我出生在山东。我们家门前，就是家前面有一个公园，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坐着，在围着一圈人，啊，在听他读一本书。我妈妈呢就在旁边静静的听，听着啊，我妈越听越觉得真的是很好，就好像听入迷了。但是呢，好像他们到了要上班的时间了，大家就散去了。那个小伙子在那也是在收拾，准备走。那我妈妈当时就上前就问说：“哎呀，这是你们在读什么呀？就这么好，我还想听，怎么就读完了？我还想听啊！我先生，是我这个小伙子后来成为我的先生了。就这个小伙子就说，他说。”这是转法轮，我们读转法轮，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而且我们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练。你可以过来，每天过来听，而且我们可以免费的教给你练功。哎，我妈妈说，哎，这个很好，就在这个医院给他，判了死刑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偶遇了大法，然后就每天都去，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是当时的那个地方的义务教功的一个辅导员，就天天教他练功，然后呢，晚上呢还去一个学员的家里面去一起学法，就这样天天坚持。那作为女儿呢，我知道我妈妈现在在学一种什么功，因为以前她学的功太多了，这个功那个功，她花的钱也太多了，可能今天这个搬来一个这个仪器，明天又弄了一个那个事儿，就是所以我呢一开始是一种就是。并不抱什么很大的希望，我也就是在观察，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妈一天天好起来了，她的心情啊一天天好，就是很开心。再一个变化呢，就是她慢慢的，她就不让我再给她吃完饭以后就给她捋那个肝区了，就吃药也没有办法治愈她的疼痛，我就2个小时、3个小时帮她去捋啊，就是按摩。就每天他不让我再给他这样做了，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挺开心的啊。然后我妈妈后来呢，她练完功就去早市了，买了好多的东西带回来。然后我家住在8楼，她能提着两袋子菜呀就回来，然后就热火朝天就开始做早餐。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以前都是我们来照顾一个病人。根本就不要说，就是说让他做饭，就是说他能吃饭，能吃得很安心就很好了。这个反过来照顾我们。再后来呢，他做的东西越来越，他呢自己以前的一些忌口的东西，比如说大夫说不能吃蛋黄，不能吃油腻的东西，肥肉什么这些东西。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吃，有的时候一天吃2个鸡蛋，我就有点害怕。我说妈妈你不要吃啊，我说这个医生不让你吃的，吃了会痛的。他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学大法了。他说我不痛了，我吃了不痛了，所以我可以吃一点。我那么多年没吃了，他就开始吃。我呢，当时我对大法呢，我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哈。那我作为我妈妈最小的、最疼爱那个女儿，我也是平时我也很孝顺一个孩子。那我就有这个意念，我就想，哎。我妈妈越来越好，我要不要陪她一起？她会不会更好？我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一起去学法，一起去练功，但是我当时抱的这个心态就是，第一，我好奇是什么把我妈妈改变了，变成一个快乐健康的妈妈；再一个呢，我就是想陪伴我妈妈，是这样子，想让她一直这样好下去，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再补充一点，就是当时我妈妈就是练了，可能没多久就断药了，因为她以前吃大把药根本没有用，她断了药，然后饮食正常，每天早上4点多钟去练功，晚上去学法，然后上下楼8楼没有问题。一个绝症病人这种变化带动了我。也去看《转法轮》这本书，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是什么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神奇，让我妈妈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在心态上他调整好了，他精神就好了呀。他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像他跟我讲，你看今天谁谁谁多找我什么钱，我马上退给他啊，那个人也很开心，那他也很开心，他做了一件好事啊，那他也知道哦，遇到什么事情他要忍，他不能发脾气了，是吧？所以他就感觉身心都很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练功，非常就是每天。不间断的这样的练，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的一切的那些病状全部消失。在他停药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不疼了以后他就停药了，然后他越练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相信这个大法真的是神奇，所以他也把我。就是说，也把我带进大法这样子。就是我妈妈在就短短的几个月，她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那么一个变化。这种变化让我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就开始读转法轮。我有一天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突然读到一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修炼"这2个字的内涵，就好像人一下子豁然开朗。哇，是修炼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锻炼锻炼身体、去病，像体操一样的一个锻炼身体。哇，是修炼呐！我就一下子好像这个事情，我就一下子完全明白了啊！我当时就想，哦，怪不得我妈妈这个身体这么快、这么神奇的就好了。如果一个普通的功法的话，也不会短短3个月，一个绝症病人就变成一个健康身体，这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功法。所以我才懂，哦，是修炼。所以我妈妈是真正的开始修炼了。我就是说，师父给她净化身体了，所以她的身体才这么好，就是这么快的好了。那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对自己说，我说这么好的法，我也要好好修。我这个念头一出来。好像没有多久，我就在一天，我就在睡午觉，就在那个非睡似醒非醒之中呢，我就突然的感觉一股热流就从我的头顶通透全身，直到我的手指尖啊、脚趾尖全部都是发麻发热，然后整个我的身体就像小火炉一样就热起来了，我的被子就掀掉了，我就从床上我就一下跳起来了，我妈妈在另外一个房间，在厨房可能做饭啊什么的，我就大声的喊妈妈妈妈，师父给我灌顶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那时候我24岁。啊，那一刻我感觉太幸福了，师父管我了，我是真正的修炼人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这种感受啊，在我整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只体会了1次，就是我其他的练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最多就是一个手啊有飘手劲儿那个感觉，气机的那个力量，我能够体会到，这灌顶应该是我最大的一次，是我得法的初期，我有了想要修炼的这颗心，哎，体会的一次神奇的那个，就是净化身体，就是灌顶，哎，我体验到了，我感觉这个真的很神奇，然后呢，我妈妈就是她在听法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妈妈在大法当中受益，而且身体迅速的康复以后呢，我妈妈就是全身心的付出，把我们家都拿出来了，就是让同修们，让一起练功的人到我们家来看一些教功的录像啊，或探讨一些修炼上的心得呀，就是开什么，就是变成一个大家公用的场所。能用就上我们家来吧，就是这，我们家经常就是可能70-80人啊，就一起聚会啊，大家在一起交流啊，或者是看教功录像呀，看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呀，就很开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的走入大法以后呢，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妈一起去参加一个，就好像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聚会哈。进去以后，我先生就看到我了，从门口我和我妈妈进来，因为我先生认识我妈妈，但第一次见到我，就很神奇。我先生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说：“这个就是我的太太。”他后来结完婚很多年以后，他跟我讲过，就是他见到我的第一眼，他就是他。这个第一个想法就是打到他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就是缘分定下的那一位。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的正脸，我没有看见他的正脸，我看到一个人从另一个房间，因为他那个聚会的房间是3、4个客厅，我看到一个人，就是当时我想起一个词，玉树临风，就是那种感觉，很挺拔，体型非常好，很从后面看真的是感觉。觉得啊，这个人就一下就是看，就是感觉很不一样。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眼。再看他第二眼的时候，就是我妈妈把我带到了这个练功场所，我在那抱轮。他是因为是在那个场，就是那个练功点是一个义务的，就是教功的辅导员，所以他帮我去纠正我不正确的动作，那个我的那个抱轮动作不是很好，然后。他一给我矫正的，我一睁开眼，我就看到了他，我知道就是我看到的那天那个背影，我就对上号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对上号了，反正我就知道哦，就是他。从始至终，我妈妈没有跟我讲过这关于这个辅导员的，对，没有。所以哦，我说我哦，可能就是那个辅导员。后来呢，因为就是我是98年6月得法嘛。不到1年的时间，99年7月份，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对，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就是我妈妈还有我先生什么的，我们就一起去上访。我们那个时候就去各个的，就是周边的地区，去义务的弘法。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年轻，然后那个我们当地的辅导站就把我的动作也就是规范了一下，这样我也可以和我先生一样是一个义务的那个教功的那个学员。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我们的就是说一起想要去哪个周边的地区农村，可能我们一去就5、6天4、5天就住在那里，可能打地铺，就很艰苦的那种环境下，就义务去教别人练功。我们基本上都是，要不然就一起去开法会，或者就全部都是关于练功的问题。个人的问题我们其实是没有去考虑的。但是呢，99年720开始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先生还有我先生弟弟，我们当天就坐飞机去了北京。720当天我们得到消息以后，我们马上买了飞机票去了北京。去了以后呢，当我们当地知道我们去北京，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派出所就开始找我们了。找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一些家人他是不练功，他们压力很大，派出所是给他们压力的。就是说我先生那边的家庭呢，就是他的家人就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这边呢，就我不练功的家人就给我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看现在就是说国家不让练，你们就是偷偷在家练，就什么就是那些劝我们最好就是能够服从国家的那种。那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妈妈是练这个功身体康复的，就等于是这个大法我们师父救了我妈妈，而且我们真善人又没有错，我们又没有跟国家作对，所以我们不理解，我们就觉得我们去上访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我们只是去表达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和讲一下我们练功以后有什么发生，就是什么样的神奇的变化，我妈妈的身体，对吧？所以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家庭给我们的这种压力当时是很大的，所以我和我先生就一盘算，为了更好的去上访，我们俩就结婚了。就这么结婚了。当时就是觉得我们自己组织了家庭以后，你就不用去找我的家人了，我去上访你就找我先生，我先生去上访你就来找我，我就是他的家人，他就是我的家人，你就不要去再找我们那些其他的家庭人就是去骚扰他们了。我们独立建立一个家庭，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不是说你还找爸爸妈妈找谁是谁去给我们压力。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少受那种骚扰，我们独立门户。我要上访就去接我的是我先生嘛，我先生要出什么劳教什么的，要找的就是我嘛，就不用找他的家人了，就是这样。对，而且我们出来以后也不会，家人也不会说把我们看住，说不让你们去北京，是吧？或者你们去北京，我们就去了就知道了，就赶紧去找你们。那我们自己独立门户了，我们去北京只有我们俩人知道，因为修炼大法这个缘分，定下了这个缘分就是这样，就没有常人的那些，真的是没有。我先生是，他是什么？他跟我讲，他刚刚得法，就是他父亲去世了，他就在做选择。他说：“我是家中的长子啊，我要把这个家顶起来啊，我就要出去赚钱啊，什么样的？”其实修炼呢，跟这个你是可以一边有工作一边修炼的。但是当时他因为刚刚得法，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放弃名利情，他的理解就是可能就是可能，他就不能就像不修炼以前那样出去哈，那样，他是那么样理解的。其实他后来知道，一边修炼，一边干工作，一点都不会影响。去掉的是他那颗心，而不是说物质上去掉什么。但当时他就觉得，要不要先不练，先去赚点钱。当时他有这个想法。那天打坐，他就很明确的看见了法轮，正转9000，反转9000，就在他这里转，他就明白了。师父在点化他，叫他好好修炼。其实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刚刚得法，心灯真的是非常的纯净，所有的思想都是在怎么样弘法，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怎么样去义务教工，所以个人的问题也就没有考虑那么多。那迫害以后呢，出于那种为了我们互相支持，能够更好去上访，能讲清真相，不要影响到自己各自的家人，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组织一个个人的小家庭。我家里呢是一个重点监控的地方。我们第二天要结婚了，警察前一天就把他带到派出所了，整整一晚上没有让他睡觉，就是审讯他。我想明天要婚礼，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怎么办？我一想，如果只有一个人，我就会跟亲朋好友说，我的先生就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们去了北京上访，他就被抓了，而且抓不止一次，被审讯。他今天不能来参加这个自己的婚礼，也是因为在派出所。我就会讲真相，我就会跟大家清清楚楚的把这个事情的，把我妈妈得法，包括我们全家在这个大法当中受益，我们去上访的受到的遭遇，我就是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我就想把我的婚礼变成一个真相的一个开真相的一个大会一样的，就是跟大家讲。但是他还好，就是好像早晨8、9点钟给放出来了，就直奔那个什么，直奔那个婚礼现场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呢，我和我先生就是，先后5次，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啊，就是去北京，上访，所以我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法，我师父现在也受诽谤，大法又被就是现在受迫害，然后我的先生也被劳教了。那时候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我想，我就第二天我又坐上了去北京的那个火车，我又去上访。到了北京以后，来到那个天安门广场，我就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我就拼命的喊，我就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喊出来，让大家知道。然后那个广场的人就往我这边看，警察就从四面八方就飞奔过来，就一下子把我这个孕妇扑倒在地，然后就拖几个人，因为我那当时已经快临近要生产了，预产期已经很近了，他们就拖把我准备往那个警车上塞进去，我就把住门，我还是不上警车，我还一直在喊还我们师傅清白。我就一直在喊，然后那个警察呢，他就狠狠地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拳，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这样的对待我的孩子，就冲着我的肚子狠狠的就是这样一拳，把我拖上警车以后，他又打了我很多的耳光，他就说叫你喊，就是这样。我就说，中共他们对待一个孕妇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待一个快要生产的孕妇，他们都是这么用暴力在对待。我就在想，很多的大法弟子他们来到天安门上访的时候，他们的遭遇我就可想而知。在我的就是上访的过程中，我的孩子，我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没有想到我孩子给我一次这种不配合，他就是完全就是静悄悄，就像我没有怀孕一样。我从我怀孕到我生产完，我整个过程，我在饮食上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个孕妇，就是风餐露宿的，就是在火车上啊，要不然就是这样子。我的孩子就是包括警察那样狠狠的打了我一拳，按正常一般的可能真的是早产了，就最起码大出血，他那个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就是直冲着你的肚子就去了。我孩子没有任何的反应，他连就是说平时你还感觉到他的小腿蹬一蹬啊，说那个打他一拳他都没有任何，他就是那么静静的。我们上访的整个过程，就是我怀孕和我先生被抓，整个我怀孕期间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也是在医院里独自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我身边没有人，都不在身边，我妈妈也不在身边，我先生也不在，我婆婆身体也不好，我有个哥哥啊，他就给我送了饭。我就觉得他疼，就是说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大家都是可能就是疼。我就当我实在忍不住了的时候，我叫医生，医生就吓一跳，医生说赶紧上产床，孩子马上要出生了。然后这医生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呀，他们都没做好准备，但没有想到我就是说孩子马上生得这么快，就我一上产床半小时，我的孩子就出生了。就很顺利，而且是顺产。出生了以后，因为我当时只有我知道外面我的产房外面没有人，没有家人，就是孩子哭声的地方我就去看，对孩子，然后洗干净了，医生把他再抱到我这里，我看了他一眼，啊，我才放下心来，是个男孩，7斤8两。我当时很虚弱，我从医院刚生孩子3天，他们就来了一屋子人，说是查户口。半夜12点钟，其实我后来想想，他是来抓我妈妈的。他觉得女儿可能在生产，他妈妈肯定是在陪他坐月子，结果他们扑了一个空。孩子吃奶吃到10个月的时候，我就给他掐奶了，因为我必须出去工作了，要养活孩子嘛。我给他孩子掐奶以后呢，就是把孩子就。请我的婆婆带我看管，但是我婆婆身体不是很好，我想一个孩子给老人的话，给他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每天早晨我可能4、5点钟，我孩子还是在那个睡梦当中，我就把他摇醒，然后我的孩子摇醒以后，他也不会哭，他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抱着他起来，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人看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说把他的孩子能够这个上厕所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最大问题解决了。他如果尿湿了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他弄得很脏，如果什么被子啊都要洗，是吧？所以早晨4、5点钟我就把他弄起来以后，因为我是7点多钟就要离家了嘛，我4、5点钟把他弄起来，我就开始就给孩子从几个月开始，我就是十几个月嘛，10个月就掐奶子，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给他，就像大孩子一样，就扒着他，他把他这一天的最重要的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放心了。而且我孩子非常配合，他就那么早就起来，他就配合我，所以说我在我记忆中没有说他把被子弄很脏啊什么的，老人去洗啊，因为老人身体真的不好。如果你把孩子放在他那里，按时喂个奶什么的，这个还是很简单，还是很可以做，也不用抱孩子就那么。如果他是把到处弄得很脏，你再什么样的，老人又去洗啊，又去刷的，就是非常累。所以孩子真的是很听话的，就是这样很配合我，就这样。我都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很懂事啊，他知道妈妈很不容易。有一天我在工作，就去了几个警察，4个警察就停在我们店的门口，就进来4个人，就让我跟他们走一趟。然后我上了车以后呢，因为是在工作的场所，我呢不想打扰我们那个店的运营，所以我就很配合的，我就跟他们上了车了。上了车以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洗脑班，在洗脑班里一待就是半年。那时候孩子还很小，他的爸爸在劳教所里，然后姥姥那个时候已经被迫害，已经含冤离世了。然后呢，因为 SARS 他把我放掉了，因为就是 SARS 病开始了。那个时候2003年，SARS 开始的时候他把我放了，然后 SARS 差不多缓和的时候，他就把我劳教了2年，直接就送进了劳教所。